是有 internet 的一天。Lost connection. No. 没有网络该怎样 ？Hello, hello. Rumah saya punya streaming tidak boleh guna. Ya, saya mau buat report. DSL tak ada bling, tak ada. Rumah telefon boleh guna. Apa? Apa report apa?Cepat pergi internet, saya tidak dapat main sudah. Tak ada internet, kami mau bayar lagi. Apa ni? Apa subis ni? Cepat! Kawan saya tunggu. Dota, Dota, you tahu ga? Dota, D-O-T-A. Hello, 记者哈，明天你们给我多报纸啊，居然是登头版啊。身为 YB, 这件事情已经非常严重到我们人民了，有关当局应该出来提升服务， PM 要出来道歉。他们啊，哪里可以这样子？Internet 有一下没有，有一下没有，我打多大打到一半，突然间断掉，我的队友，我的队友、这件事情已经非常严重到我们的人民了，不要再拍，不要再拍，让我们来赶紧冷静一下，我们去有 WiFi 的地方，去有 WiFi 的地方。WiFi。钱包剩下六块不用紧，最终要上到网。啊！打开皮弟，皮弟家有 Unify。啊！你要来我家用 Unify？ 不要不要不要，没有空，明天再讲了，拜拜。八枪！哈哈哈哈 ！Unify！ 哈哈哈哈哈哈 ！Unify Unify！亲爱的，还是没有来咩？哎，没有变啦，用手机 hotspot 啦。啊，终于上到网了！哈哈，我要开 YouTube。哎，哎，都不会动了？No！ 人生不只是只有网络罢了。我们生活中网络只是占一小部分而已，所以啊，我们要积极运动，不要给 internet 欺负。以前人类也是没 internet 啊，怎么以前的人就可以活呢？运动，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才是王道。所以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我们一起运动吧。终于来了 ，Yes Yes， 哈哈哈。You update？ 爱的，谢谢大家收看我的 video。如果看到左上角就是之前的 video， 爱的衣服；右上角就是桑桑打老虎。还没有购买爱的衣服的朋友，赶快购买哦！限量版爱的衣服 1.0， 错过了就没有喽。